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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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老板，啊，大哥，你在叫我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小老板，过来过来。怎么了，大哥？有事吗？嘿，小老板，钻石剑要不要？啥？钻石剑？你这个小地摊也能卖钻石剑？哟，小老板，你这就看不起人了吧？我这钻石剑可都是上好的品质了，而且物美价廉，一把剑只要一颗钻石的哟。你买到就是赚到啊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哟。哎哎，废话别说那么多，你先把你的剑拿来，我看看再说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把钻石剑居然有这么多锋芒啊！这是一把极品装备啊！老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这把只要一颗钻石是吧？我买了，我买了，给你一颗钻石。嘿嘿嘿，这次真的是赚大了，让我来试试这把极品武器的威力。嗯，奇怪，我怎么自己烧起来了？我去，这把剑是什么情况？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劣质武器啊？哎呦，我就不该贪小便宜的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阿杨墨的百宝箱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特别奇葩的模组，它的名字叫做附魔书。但是这个附魔书的附啊，可不是普通的附，它是复数的附。因为这款模组中啊，添加了所有原版附魔的反向附魔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就知道了。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附魔是水下窒息附魔。我们都知道，在给头盔附魔了水下呼吸之后呢，就可以长时间在水底下活动，并且完全不用担心氧气的问题。不过模子中的水下窒息附魔就完美的修复了这个 bug。 水下窒息会让我们在水中的氧气消耗量翻倍，只要我们在水里面三秒以上还不上岸，就会开始疯狂掉血。你们想一想啊，普通人怎么可能在水底下待这么长时间嘛，对不对？这才叫做最真实的游戏体验嘛。当然了，模组中还有非常人性化的保护不了附魔。有了这个附魔啊，我保证你穿上的钻石甲会比皮甲还要脆。不仅如此啊，还有摔落骨折和负荆请罪附魔。摔落骨折呢，能够保证我们从高处掉下来的时候每次都能摔断腿，而负荆请罪就厉害了，它将荆棘附魔中的尖刺全都装在了护甲的内部，只要我们穿上它，就能立刻感受到钻石甲对我们的身体的高强度磨练。这个过程啊，非常的酸爽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护甲一般人还穿不了呢。而接下来的弹射物吸引附魔就更厉害了。你曾经有没有嫌弃过小白的剑术太烂呢？没有关系，只要你穿上了这件钻石甲，小白射向你的剑呢，那都是百发百中的，无论你怎么躲，剑矢最后都会射到你身上，让你感受到来自小白最真诚的爱意。还有我们的瞬间爆炸附魔，可以最大化的加强苦力怕的爆炸伤害，保证每次爆炸都能安全的把我们送回老家。怎么样，是不是非常的贴心呢？小伙伴们，我实在是编不下去了。这款模组中啊，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反向附魔，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自己去下载模组来试一试哦。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喽。